大家好，这几天比特币价格是一直在下跌。早上视频刚讲完，比特币价格就跌破了65000美金的支撑。现在整个市场又开始非常非常的无聊哦。或者这个视频来介绍一下，最近发现 OKX 出了一个小游戏，感觉是非常的有趣哦。它可以预测比特币下5秒钟它的一个涨跌哦。那等下我会把这一个小游戏，它是基于电报上面的一个小程序哦，或者是玩起来也是非常的顺手，等下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然后我等下会把这个小游戏的邀请链接放在视频的简介里面，或者是也会把这个小游戏它电报上面的一个 ID 也会放在视频的简介里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哦，我刚刚已经是打开了电报，或者是这个小游戏要怎么玩哦。如果你用我视频下方的那个邀请链接打开以后，会直接弹到这个 OKX Racer， 也就是赛车的一个小游戏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Play， 点开以后直接就开启了这个小游戏。它可以在这边预测5秒钟以后比特币的价格到底是涨的还是跌的。如果你猜中上涨的话，也可以会得到积分啊，好像听说会有什么神秘的奖励。那么来看一下，直接点这边上涨，如果比特币后面价格是涨5秒钟以后啊，有可能猜中的话，那我这一笔是没有猜中啊。我们再猜一下，如果你猜中的话，它会显示一个 win， 而且也是会得到积分啊，感觉是很好玩啊。或者我们可以猜一下，就是下5秒钟比特币下跌，下跌的话如果猜中或者是没猜中的话也没关系啊，没猜中的话它也不会扣积分，猜中的话也会得到这个积分。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啊，如果你没有用 OKX 交易所，或者是没有下载过他们的 APP， 可以去下载一个新的 APP， 因为好像它这个神秘的奖励必须要注册 OKX 交易所的账号，或者是在我的视频下方也有 OKX 的邀请链接，或者是我的邀请码。然后你注册 APP 完以后，它在这个位置神秘奖励里面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你要把你的 OKX 账号绑定到它的这个电报里面的这个，绑定完以后才有可能会有这个神秘的奖励啊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每天也可以去点一点吧，他这个猜测一下就是比特币5秒钟以后的涨跟跌，我感觉也是挺有趣的，可以得到一些积分啊。